教练学的。我的。谁给我的？不对。啊。给我的就8块钱。兄弟，辣椒要吗？兄弟。一共多少钱？就一个炒面嘛。一个炒面再加个鸭头吗？加鸭头13块。这边少也可以，你其实不用站在那里。是萝卜丝的，是的，你直接跟我说要萝卜不就完了吗？我的天，看到现在啊，你没看？上面还有3锅的样子。吃了吗？随便，不要烤的。切一下我手机。这样，老外买炒饭，热死人了。
雪菜都看见你了，你看不见他？看到没？你问我 QQ 雪菜了，我把我的鱼问懵了。这没和家有家还有家？哎，问你给他加点。别人没的雪菜我都吃不下去，这多放盐。多放盐是吧？蛋炒饭放点泡椒，刚刚搞错了。啊，我炒那个。加六加或者十五，给他点可乐，给他点可乐，好。辣椒要吗？辣椒不要。你来得早，正好前面有个捡辣椒的地方，不然你还得等两步。鸭头一份干的多，一个鸡腿啊。啊，一个鸡腿，一个一份干的，六块，然后加一份十一的，或者两炒面，十七，然后加瓶矿泉水吧，十九。爱信到账，十九元。你们这边炒什么？炒一份那个米粉，河粉米粉，还放方便面，小面条是吧？要放辣椒。要放辣椒。尽量给你多放点青菜啊。好的，谢谢。青菜最近有点贵啊。好的。啊，尽量。